同 fans 过圣诞可能真系开心啲。Jackson 王嘉尔同样选择喺平安夜前夕喺新加坡开 show， 东张 plus 亦都率先直击。彩排都咁有 power， 正式 on stage 更加不得了，影到爆啊！韵味，其实今次新加坡 concert 是 Jackson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。Jackson 希望演唱会不止听咁简单。我的 show 最想要他哋带翻屋企嘅系一啲谂法，因为你谂下，我哋娱乐圈所有的艺人啊，做 show 又好，咁其实最多一两个钟，咁啊人哋开心啊之后翻屋企啦，咁就两个钟佢哋娱乐到，但系我希望佢哋。Get something more. Jackson 仲透露一个秘密，原来佢系 TVB 忠粉，其实 TVB 都一样咁爱你。由细到大睇 TVB， 我觉得系陪住我 长大，所以我好感恩，好感恩 TVB 嘅存在，同埋我希望 like 身为一个 fans TVB 嘅 fans TVB 嘅观众，我希望可以100年、200年、300年咁样继续睇落去，我系就算点。任何嘢需要我嘅，雖然唔需要啊，雖然佢 TVB 唔需要，但係如果任何嘢需要到Jackson，任何嘢我都五體投地。